出现这种再次拉回到底部区域，就是运行到了 1.44 的低位的时候，将是我们交易的极好点位啊，逢低买入的极好点位。好，那这个图形啊出现的位置啊出现的位置，我们来量一下，它出现的位置是在1.44 的关卡之下，所以我们可以在 1.4450 左右，就再往下走20到30点的位置上去做 limit buy 单，连续三单的低点。这个位置守止损也是比较容易的，向下再守30点、35点的止损就可以守得住。